生肖马，生肖马的朋友或许有着福运之神的眷顾，使得生肖马的朋友运气总是不差，是一个有福的生肖。有福气的生肖马一生都有望吃喝不愁。三天二零、二一、二二号后，生肖马的朋友福气有波小爆发，使得生肖马的朋友有望在三天二零、二一、二二号后发一笔财，或是事业有成加薪水，或是年底分红大涨等。生肖猪，生肖猪的朋友有着一副富贵箱，一生都或许不会缺财，生肖猪的朋友总能从各种渠道中赚取钱财。有着富贵箱的生肖猪一生都不会为吃喝发愁。三天二零、二一、二二号后，生肖猪的朋友财运或会上涨，使得生肖猪的朋友在三天二零、二一、二二号或会事业高升、家庭圆满等，更有望使得生肖猪的朋友自身福气增加，喜得其理儿。生肖羊，生肖羊的朋友仿佛有着幸运之神的微笑，能给他人带来福气，自身的运势总体也能保持很好的趋势。运势不错的生肖羊有望一生不会吃喝发愁。三天二零、二一、二二号后，生肖羊的朋友有望得到幸运之神的保佑，使得生肖羊的朋友在三天二零、二一、二二号之后有望接财，发一笔财，工作有望高升，职位有望升职，薪水更是有望大涨。生肖猴，属猴的人多有急躁之心，做事可能出现失误，但是他们也是天生的勇士，能够参透天机，提前做出惊人的行动。在最近三天二零、二一、二二号里，将有欣喜不断来临，财气冲天，正财横财席卷而来，接下来几个月里最有希望实现暴富，从此家业旺盛。生肖属鼠属的人交际能力很强，能说会道，身边的朋友也不少。在最近三天二零、二一、二二号里，好运降临，横财连续攀升，财气冲天。未来几个月里，身边小人驱离，贵人来帮，职场上如得到推力，能够一往无前的冲上顶峰，业绩大大提升。生肖虎属鼠的人自身的运气极佳，所以一般生肖虎的人大都非富即贵，但是如果他们时运未到的话，也只能平平淡淡。而在最近三天二零、二一、二二号里有大运到来，让属虎的人能有机会发横财，得富贵，只要把握机会，生肖虎便可横财滚滚，财法不停。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视频，祝您有美好的一天。